大家好，我是洪文碧。中国持续对台湾进行军事威胁，广播二日之出，自昨上午六点至今仔日上午六点，国军进入中国八架次军机、五架次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三架次军机越过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空域。越过中线的军机距离家人大约75里。根据广播今仔日所公布资讯，昨上午七点45分至下午3点58分，台湾海峡中线西侧，前后歼击机等主战机各7架次，其中军各自越过中线北段，距离家人仅约75里。由于昨下晡1点28分至下晡4点56分，以台湾西南空域，前后副战机1架次，距离越南边约65里。台媒报道，海军今日高雄左营军港执行春节期间执行战备整备操演，以左营港水域为上定场景，实施上力向山及弹火火弹车放力，尽快兵力紧急出港并作为 M109 突击艇出海安防，布雷艇实施布雷，并在海上放飞行局无人机，并将即时为民飞团运用雷达站早期预警疫情，提供飞弹车目标实施攻击，引领海军导弹处、导播处以及陆战队由陆向海建立敌情。广播今仔日邀请媒体前往海军左营基地，采访海军春节期间执行战备整备系统，见证官兵勤奋精练成果，以及捍卫海疆的决心和能力。海军司令部指出，本次操演以左营港水域为上定场景，以执行联合火力打击、提早警惕威胁、确保领海安全为目的。本次左营基地以左高外海实施机动车组改号以及放力，尽快兵力紧急出港，防务性部队以及M109等海上解火等任务，运用雷艇站以及国型无人机打击预警敌情，提供机弹车组目标实施攻击，引领海军导弹处、导播处以及陆战队由陆向海建立敌情。本次操演上定锐角无人机以小琉球西南海执行不明目标停止以及识别侦察幕后实施目标侦察，即是侦察影像也传回左营军港内的媒体采访区域，随后四架攻略飞弹快艇接获命令实施紧急出港，进行第一波联合火力打击。由向二、向三广舰飞弹组成的机动车组在媒体前方完成放力作业，满意对目标实施第二波接近，随后下港军舰出海对目标实施第三波接近，并担任快速布雷艇防空警戒舰。海军陆战队两栖侦察大队运用 M109 突击艇以快速灵活的机动戒护能力，进行快速布雷艇戒护任务。两栖侦察大队用于快艇在海上放飞行局无人机，将即时画面回传，以延伸侦察能力。超验最后正是各舰艇完成对目标攻击后，反港实施再进情报。国军战果台宣布执行五湖海舰队飞弹和围舰。乌克兰军方一直宣布，因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击沉俄国海军五湖海舰队一只飞弹和围舰，以防挪威刺客。因故称这只船舰价值上悬可达7000万美金，约合新台币21.9亿。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乌克兰军方指出，隶属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直将单位第13小队击沉了俄军乌海舰队的飞弹乌维舰，伊万诺维茨号。伊万诺维茨号的船体在经过多次攻击后，承受不住而后沉没。而这只军舰价值大约在6000万到7000万美元之间。伊万诺维茨号古色地点位于多努兹拉夫湖。多努兹拉夫湖是克里米亚半岛西岸侧一个咸水湾，该处有一个海军基地。目前为止，俄国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不过俄罗斯军事部落却在电报上发文称，伊万诺维茨号接连遭受无人机三次攻击，因此沉没。以上报道。